球季个人新高。嗯，那这场比赛呢，梦想家在赢球之后将会是今年赛季团队的第三场胜利。老吴下了这一手打在了小丽脸上。嗯，说好的不打脸啊，现在是网红啊，脸不能有受伤啊。哎呦，受伤啊。哎呦，啊，今天老吴的手指还蛮强势。梦想家的团队犯规来到第五次，所以把林立人送上罚球线。哎，这边还是没进。小丽今年赛季的第四场出赛，那得分是还没有开张的，这是他最接近得分的时候，没有。